嗱，肥力等一等先，係清曬之前嗰啲超級推留言太耐冇清，係啦，唔係就唔好。啱啱有一條推留言，點解你呢個台咧咁渣冇人超級留言？咁我叫肥力清曬先，肥力清曬之後，大家就可以係俾我哋睇下，究竟我哋呢個台呢個節目值唔值得大家俾超級留言？哦，同埋睇我哋講美國嘢啊，做嗰啲資料啊嘛，大家喂唔係，認為需要俾又俾啊？邊個人我睇唔到咩啊？就算有冇人哋好撚多超級留言嘅咩？我唔知喎，我唔知啊。你即話我哋冇啦，我覺得我咁你唔撚俾咪冇咯，柒頭，屌你老母！係啊，依家大家就可以冚家產。喂，大家快啲 show quality 啦！屌你哥，多嘢少少無區，屌你老母臭閪！喂，老實講，嗱，其他網台我嗱，絕對而家個網台生存真係空間係好撚窄嘅，所以我哋唔好評論人哋嘅網台。人哋個要人超級留言咧，或者要咩咧？是因為真的很艱辛。喂，我哋一早已經屌你老母，明知屌你老母喺呢個結局，屌你老母，於是乎就用屌你老母營商營運商業營運，於是乎頂到雞頭，盡量希望少啲去黑。你老母就咁樣嘅咩算？我屌你老母，你冚家產冇得睇啦！同埋我祝你死完老豆死老母，老婆又走去勾佬，個仔又屌你死咗個女，屌你老母個女生出嚟又痛唇，屌你老母做雞都冇人要，因為痛唇啊！屌你老母閪！冇撚去聽啦，憑冚家產，即係呢樣咁樣嚟挑機阻撚住我哋講嘢。好啦，咁呢個 Stay Farm 咧，原來喺選舉嘢咧，嗱有個金髮嗱，大家上網睇啊，真係好撚過癮噶。有條金髮女人 ，OK 嗱播出嚟，屌你老母喺夜晚十點鐘到，有條金髮妹就同佢哋話：喂，停止計數啦，所有人都要翻屋企啦。後來佢哋答翻個原因，點解要翻屋企咧？即係後來佢哋答翻，因為屌都要答假，就話冇啊！因為嗰陣時咧，佢就咩有個通道啊，話嗰個 stay farm 嘅個球管啊，有個管道破裂咗，係啊，所以要清空點票設施。黐撚線！好啦，即係假揾嘢講啦。係啊，好啦，咁都要清空啦。咁跟住咧，於是乎咪所有人，包括共和黨監票員同埋媒體，所有人被清空。然後咧就個鏡頭影到咧有四個人咧就嚟喺後面繼續點票。好啦，咁啊錄影帶顯示咧，富爾頓縣嘅選舉工作人員咧喺掃描區入邊，等到共和黨監票員同埋記者離開咗房間之後咧，佢哋咧就屌你老好撚神奇喎，喺台下面拉出咗選票箱喎。咁好啦，一播呢條片嘅時候，啲民主黨議員咧仲喺度戇鳩鳩喎，拉出選票箱之後仲喺度搏喎。十一點啦，嗰陣時啊，拉出選票箱，然後咧嗰、那個阿皮克，阿皮克即係播呢條片嗰個人啦，嗰、那個共和黨人啦，佢話：喂，將選票箱擺喺台布下面係咪正常啊？咪就係、是、啊，咁啊，跟住當然呢、這個就問翻當選票站啦，當然呢個係唔正常啦、啊，啊，好啦，佢話咧，跟住嗰幾個人咧就喺冇人監察，佢哋以為冇人監察啦。就喺度逐張掃描喎，咁啊掃描到一點喎，由十一點掃咗兩個幾鐘喎，戇鳩鳩。咁啊，根據咧視頻嘅票數估計咧，嚇呢個咧一定係超過總統競選中勝選者嘅票數啦，因為咧佢哋計翻三部 scanner， 每個鐘頭咧每一部咧可以最少做三四千，三部 scanner 保守咧就可以做一萬次，打個八折都做八千次。屌你老母！佢嗰晚做咗幾個鐘頭喎，係不斷係咁又將個 scanner 咧，自 scan 完又 scan 完又 scan 喎。咁啊，特朗普咧又出 tweet 啦，佢真係好撚中意出 tweet 嘅，係啦。哇哇，喬治亞州而家播呢個真係大片嚟嘅，原來共和黨人被迫離開點票室之後，哇！民主黨人都被迫離開嘅，係啊，慢慢喺度填塞喎。佢話：你放心啊，唔止咁多，未來仲有更多。淨係呢一嘢啊，我就可以輕鬆贏下呢個喬治亞州啦。即係嚇到你啲人死啊！啲哇呢度哇好撚離譜啊！最少做兩萬張票，兩萬零兩萬咯，係啊，計個啲人咪計2萬零2萬咯。淨係呢一個縣呢一個呢個咩喎？淨係富爾頓縣啫喎。仲有可能其他啲影唔到嗰啲咧？係啊，好啦，阿森哥唔知睇唔睇到咧？富爾頓縣嘅官員咧就未回應。咁唔使你回應啦，阿州長就話咧，喂，咪重新點票咯。嗱，你重新點其實好簡單嘅，一冇信封簽名否？由先講嗰啲係搬走咗嘅三十日前否？
有啲盡好離譜，仲係簽名唔對都應該要摟。喺其他縣嘅搬出其他縣都唔係其他唔係其他州添啊，開翻你個頭。係啊，嗰啲咪全部搞。佢縣都唔得，唔好話縣得州唔得。喂，縣其實都唔得噶啦，但你州係更加之離譜啊嘛，大佬。你縣咧最多哎呀，照計落呢個州啦，但你州嗰啲就冇得計啊嘛，真係。嗱，咁啊，跟住我哋講翻墨西根公聽會，仲有同馬佬議員咧，民主黨嘅嚇，佢話。你哋咁多人出嚟都唔係好多，一得佢幾十個。好啦，於是乎有個女性證人就話咧，即刻駁啊！我話俾你聽，點解唔多人？因為我生活已經完全被毀了，完全毀咗。我因為出嚟作證，冇咗屋企，冇咗朋友，我受到威脅，啲細路受到威脅，我要搬屋，要換電話，我個社交帳號都廢埋，冇人願意企出嚟，因為站出嚟就要遭受到恐嚇。你諗下，唔好講而家站出嚟啦，你當日站出嚟話支持阿 Trump 啊，你諗下葉玉卿個女，屌你老母，你咪左派咯，死亡恐嚇啊係，屌你老母閪，叫做民主黨嘅就唔家產。喂，我話俾你聽，我而家覺得我哋香港民主黨咧真係 OK 嘅，點樣屌佢哋都係，你諗下，喂對比美國民主黨，屌你咪簡直係聖人啊，係啊係，係嘛？喂，我未試過俾民主黨空鳩我喎，鬥屌啫嘛，最多都係，係啊。屌你老味，都好少，通常俾我屌嘅。屌你老味，喂，而家唔係喎，真嚟真係屌你老味。嗱，咁未咁緊要啊，好啊，係嘛？我連工作都揾唔到，因為民主黨就係要毀掉你嘅生活，就好似你哋毀掉川普總統、特朗普總統一樣。呢個就係人哋點解唔夠膽查出嚟啦？好啦，仲未夠，跟住咧呢一個 speech 未夠耐咧，就出現另一單嘢喎。嗱，當然啦，嗱呢個女人去咗報警嘅。但是呢那邊的民主派是不是自己是不是尋仇啊你怎麼說都可以的。但是人家老實說喂玩不玩到這樣啊大家用常理想我們播一條片這個還離譜這個又是出席了那個聽證會之後第二天的遭遇在家大家看片。راح ينزل اوكي نو اتس اوكي اتس فاين وات دو يو وانت تو دو بيتش اجوان دخلي所以呢老實講，你話喺美國點能夠唔帶槍嘅？咪就係、是，喂佢因為走個聽證會之後就咁樣俾人搏，屌你俾人搏啊！要開槍殺你喎、啊！哇！我屌你有冇咁撚樣喎、啊？我唔知嗰啲吳志森啊、阿鄭經翰啊、陳偉業啊、梁啟智啊有冇講呢啲嘢？睇唔睇到咧？究竟我哋有冇唔好講呢啲片段？有冇上去 Twitter 或者乜嘢睇下聽證會啲人講嘢、就是？有冇同你心啊？呢扎人全部人渣！喂，你起碼係咪我唔好？吳志森係人渣！唔好話你要，唔好話鄭經翰人渣！唔好話你係要，咪咯，企喺邊邊？咪就係、是，係咪最基本話？哇，咁樣啊！是不是要查清楚啊？咪就係喪盡天良啦！呢啲嘢係咪啊？屌你老母！呢啲立撚殺到我話俾你聽啊！上次打人嗰啲算啦，啲殺人開槍啊！我話俾你聽啊，阿吳志森 Q 仔佢哋啊，人渣呢啲係係等於咩咧？唔使咁怒氣嘅，其實就同阿叻獨裁者咯，咪同阿叻一樣咯，咪藍絲咯，睇唔到，睇唔到。可唔可以講民主啊？全部人渣呢扎人。民主最簡單嗰樣嘢就係行使投票權。咪就係、是、喂，屌你老母係啲垃圾嚟嘅，休息啊！